Hi, 早晨，Good morning，咩？我哋健康星期四，每一個星期四咧，我哋呢邊都會關心下自己身體各個唔同嘅部分嘅。咁、嗯、我哋關心咧，男仔一終於備受關注啦，男仔。Yes, 男,仔男性嘅健康問題啊，嚇嗱點樣判斷男性進入咗呢個更年期咧？咁啊、嗯，更年期會出現啲咩症狀咧？咁其實我哋坊間咧，誒、呃、都比較係關注女性嘅更年期，年期可能嗰個症狀係比較明顯啲嘅，同埋會夸大啦、啊、嘛。<如>我哋人好奇怪，係啊，例如女性可能係突然間變得好情緒化，然後。 突然间觉得好热啊！你明明系开大冷气咁，但系佢都觉得好热，好热啊！诶、呃，即系 <對 S 1> 秋冬啦，去到外国旅行嘅时候，佢都觉得好热咁样，或者皮肤开始变差啊，等啊<是>，同埋突然间诶，佢、嗯呃、可能有啲肉底嘅，突然间变瘦。 哦，即系一手一系变肥咁上下啦，系类似咁样嘅症状，可能嗰个诶外表嘅改变同埋性格嘅改变，对于女性嚟讲更年期比较明显啲嘅。咁但系男性，例如好似我观察我爸爸啦，咁但系好似，咦，都冇乜嘢嘅，佢都好似普通咁样，佢脾气一路嚟又系咁样，都冇躁噶。吓，我话我爸爸，好好唔无躁噶，温和噶吓，OK。咁究竟男性嘅更年期系点样？咁我哋唔可以成日咧咁歧视噶嘛， Because 啊嘛，成日关心女仔系咪？都要关心下男我哋唔可以咩呢？四个字，道听途说。嗯、我唔会一直听说听说，我们要真的去求证。是，我们一定要拿到正确的资讯。嗯、所以呢，每个星期四的健康星期四，我们都会请到专家上到来跟我们来谈的。那今天当然我们有很熟悉啦，对，Doctor Warren，Doctor Warren 早安，哎、是 Doctor Warren 呢，他就是这个泌尿科泌尿科的顾问。嗯、那所以等一下可能你有很多问题都可。 疑问，当然，如果你不好意思的话，你可以不在我们的 Facebook 那边留言，<是>你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们，然后我们是保呃就匿名了哈，你的名字会匿名的。OK，零幺六七四五九九九九，零幺六七四五九九九九 WhatsApp 进来，记得是 WhatsApp 文字啊，<哈> <WhatsApp S 1> 不要打电话进来啊，不要打电话哈，okay, okay, 这个打不到的、啊、哈。那如果说你觉得有一些呃就是问题或是疑问，你可以跟大家 sharing 的话，可以直接在 Melody Facebook 这边留言，嗯、我们在割决资讯的时候会一直看大家的一些问没错疑。 问然后回答的好，嗯、所以呢，现在如果你觉得声音跟画面都 OK 的话，请送一排爱心进来。没错<对>，<对>而且呢，觉得说这个资讯很重要，<对>立刻 t e g 你的朋友，告诉他说。 待会儿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这个关于男性更年期，OK？没错。个主题、啊。那当然，我在想，只要你身边的男性朋友，你都太他的、啊，真的都让他们有、呃、相关的资讯吧，嗯、因为总有一天你会迈入更年期的、哦。没错，没错，没错。好，我们还有十二秒的时间，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 l i f e 就 on air。当然，也希望你们可以按我们的铃铛哦，以后我们有所有的 l i f e 的话呢，都可以提醒你。 三个 morning 九点十三分，早你好，我是阿森。早安你好，我是大宝。好，每个星期四呢，我们都会有 melody 健康星期四。这个星期呢，我觉得我们就是主角的男性，糖糖，没错，我们要关心我们身边的所有的男性朋友。那男性进入更年期、嗯、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趁这个机会，大家来了解,了解多一点。对对对，我们请来就是 Grand Eagles Kuala Lumpur 的泌尿科顾问 Doctor Walter Law 罗华伦医生。w o r n i n 早安。早安好。嗯，道个早安。大好。都都<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来了，那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对>就跟我们呃聊了这个盘古,盘古底。 底盘骨的那一个呃，就是松弛啦，还是如何去 support 呢、啊？等等的那其实那一集真的是让很多女性的朋友就是更加的注意这一个方面，因为可能呃频尿啊，或者是会有呃造成可能忍不到的那个情况，那他们都终于知道了那一个地方在哪里，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可以及时去就医。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男性朋友这一方面。没错，那其实说更年期这个好像我感觉啊很遥远的、啊、感觉。 对但我们就请 doctor 来给我们说看何为更年期，什么时间点？嗯,嗯，其实更年期呢是一个通常我们都被男性忽略的那个问题了。比如讲说，很多人都不晓得，如果是男子过了三十岁之后呢，嗯、我们的那个男性的荷尔蒙呢，在一八线，每一年都会定降低一八线，也就是三十。对了，对了。 每一年降低 <laughs> 一八千，所以所以高德税已经降低了，大概是六八千左右啦。<laughs> 哦，对对对，六八千啊，本来是一百二十五的，现在就降低了一点。好，嗯、就是因为这一八千，所以很多男性呢都通常都会忽略了，因为他的那个象征就不是很明显的。嗯，通常呢，我们都会觉得，比如讲说，我好像以前这样活跃啦，我好像这样以前的这么呃有力活力啊，也比如讲说呃。 如果你是觉得整天疲倦的话呢，嗯、比如讲说有阳痿的问题呢，嗯、不觉得那个问题呢，嗯，像这,这些呢，其实都是那些一点点一点的那个小菜鸟了。哦，哦你看像 Nelson 这样子，他就散进来，男性有更年期的咩？嗯、那这一个误解又是怎样的呢？嗯、其实这个男性的那个更年期呢，都是进来才之哦。 才被人家发觉的。之前的时候呢，就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嗯。但是男性的那个更年期的的确确的是存在，因为我们男性在呃出生了之后就开始有那个荷尔蒙过了那个发育的那个时间之后，嗯、但是他到了三十岁之后呢，他就慢,慢慢慢的降低了了。但是男性呢，我们有两个睾丸在那边，嗯、所以那个睾丸呢，通常都会给我们那个荷尔蒙。嗯。所以就算那个男性到了那个更年期之后呢，那个睾丸的荷尔蒙还是会继续的那个产生，只不过是它越来越低了、哦。了 嗯,嗯，OK，哎，所以所谓的更年期，它其实它不是说一个时段，比方说五十五到。 呃，六十没有这样子算的，对不对？没有，它会很好像女性这样，<Okay. S 2> 比如讲说过了四十多五十岁之后，那么就完全的<是>那个荷尔蒙就完全的、呃、停止停了,了。但是男性呢，嗯、因为我们有那两个睾丸在那边，所以他的那个荷尔蒙就从从头到尾都是一直都是有，只不过是他是到了一个很低的那个阶段了，了、嗯，就是减弱而已。Oh. 所以这个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女生呢，呃，更年期之后就没有办法生育，但是男生的话一辈子都可以。对的。 <laughs> okay, 有好像有一点也是很不公平的感觉，对不对？没有啊，没有啊，<laughs> 我们也不希望说每个月都要继续的受折磨，一直到死吧。<laughs> 对,对，OK，好了，当然，呢，就是在说到男性的更年期，除了出现一些症状之外呢，嗯、有没有预防啊或者治疗等等的一些疑问？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在 Melody 的 Facebook，我们现在已经在 Live 当中了，所以歌曲和资讯的时候呢，我们会一直在 Live，所以大家可以 Tag 呃任何的男性朋友，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多一点，又或者呢，如果 会说啊，我一些疑问哦，很私人的，想要发问的话，也可以通过 Melody DJ 号码零幺六七四五九九九九 WhatsApp 进来。OK，我们现在继续呢，<好>就是 FB Live 的所有的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那些疑问的话呢，可以马上就是晒你的问题来，好的，我来会为大家讲解。嗯 没错，没错，不要不好意思啊，哈，这一个是我们应该大家都了解的，而且是可以帮助你身边的朋友。<的>你可能呃，身边的什么男朋友也好啦，老公也好啦，或者是你兄弟也好啦，还有家人，就是爸爸也好。 这样子对大家都有帮助，因为你多了解那个 background，、嗯嗯、你就会多一点的同理心跟体谅。真的很多人都问了<對>几岁会更年期呢、啊？这个很多人都这样子问。嗯、但他医生说，就是三十岁之后呢，每一年减少一 percent 的荷尔蒙。嗯，所以他他会，我们我们的那个理解可能会觉得说，荷尔蒙减少的情况底下，我们会呃声音会变啊，然后会比较柔啊，整个人是会这样子吗？是不会的。 是因为我们过了二十多岁之后呢，oh! 我们的那个荷尔蒙呢都已经是差不多稳定了了。<Okay. S 1> 也就是讲说，就算你把那两个睾丸拿出来的话呢，我们的身体还有一个叫 adrenal gland，就是在两个腰子的那个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器官呢，还可以出那十八弦的那个荷尔蒙。 所以就算是把那两个睾丸拿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还是有十八线的荷尔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哦。Oh, <yeah. S 1> 所以他就就讲说，我们不会好像女人这样那么容易的拿到那个骨头疏松症啦、啊。OK。就讲说呃木性啦，就讲说情绪化这样的那个问题了。<对>嗯，正常的，比方说二十岁之后到三十岁之间，最稳定的那个所谓荷尔蒙是个几多 percentage？有这样子算的吗？通常我们是有一个 level，比如讲说是如果是 anything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deciliter。 就讲说他的那个呃荷蒙呢，如果是超过三百的话呢，都是算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人的荷蒙以前是呃，比如讲说四百。 但是他在短时间里面降到三百二十来讲呢，<对>他还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但是他已经开始感觉到自己有那个男性更年期的那个症状了，所以未必一定是要少过三百他才可以的。也就是讲说，如果他的那个幅度很大，突然在短的时间降低的话呢，他就已经开始感觉到了了。我三百我会是，就是那个跌幅、啊，跌幅那个跌幅差异越大的话，对对对那个症状就就更明显一点点啊。就、啊、以 percentage 那个值。 指数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女性呢，通常我们都是有知道他们的那个 level 是六十到八十。嗯，所以男性呢是超过三百。所以男性和女性呢都是有男性荷尔蒙的存在。对对对对对对对，明白。所以我们会有小胡须啊，嗯，因为我有男性荷尔蒙比较强，比较旺盛啊。真的。OK，然后这一位朋友，因为你讯息进来，我要点来听吗？ <对>我点来听哈、啊。<laughs> <laughs> 对，我因为全程赖着，所以 <laughs> 你，所以你问你是声音的话，我,我就点来听的啦。你再先挪一个进来，看如何？你看一下能不能点来听，<laughs> 对不对？我我 <laughs> 我先偷听一下。<laughs> 啊,啊，你要偷听一下，OK？好，哈哈，大声，我听到了。 可以吧？是不是很容易健忘呢？<哪>比如说，刚刚想到一件事情，啊、下一秒就忘记了。OK，那这位先生问的是，跟年期的时候是不是会特别健忘？就刚刚想到一个事情，嗯、然后突然间又忘记了。嗯、对，其实是有这样的那颗症状的存在。比如讲说，一个一个，当他的荷蒙已经见低、降降的呃见呃减低的话呢，他们会觉得他们已经是不能够真正的注重在某一些事情，而且会比较健忘。嗯，而且他们觉得是很容易的疲倦。 就没有好像以前的那个重力这样的样子，所以这重力的确是会降低。OK，不，而不是懒惰啦，其实不是懒惰，不是懒惰，或者不是说呃，体力下降，就是因为普通啊年纪大了体力就会下降啊，是这样子原因吗？其实我们也是会看到，不只是 mentally 也是 physically，也就是讲说身体的那个状况呢也会，对了也会减低。比如讲说我们男性会有不学的问题啦，然后那个性欲就大大的那个减低啦。OK，好，回来呀，十点钟回来啊，来。 Man. 早安，Good morning，九点二十一分。今天在 Melody 健康星一次呢，我们有 d r w a r r e n 在现场的 d r 早安，早安。嗯，那今天就聊到呢，男性和呃这个更年期。年期嗯、那男性更年期，他跟那个荷尔蒙呢是非常大的关系，息息关因为他每一年三十岁之后呢，就逐渐的下降一八千，然后这一个可能他不太明显，嗯、所以男生没有那么的 take care，那反而比较担心说，因为女生的更年期的时候，他会引发一些。 症状跟疾病，那其实男性呢，因为他的。 那个不明显，会不会让呃那个疾病或者症状呢也不明显？这样子。所以男性的那个更年期呢，嗯、通常都不是很明显，因为它是逐渐的下低嘛。比如讲说是一八线，嗯、所以到了最后，比如讲说男性到了五十岁，女性已经受精了了，但是男性因为我们还有两个睾丸在那边，所以至少那个睾丸还是会出产那个荷尔蒙，嗯，更加上我们还有两个 adrenal gland 在那个腰子的那个上面也是会出产大概十八线的那个荷尔蒙，所以就算是男性已经是到了六七十八十。 所以呢，他们都会觉得是 OK 的，不会好像女性的那个更年期有那个太多的那个症状出现。嗯，但是男性的那个更年期的那个症状呢，其实不需要等到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他可以从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开始，就是、oh. 讲说你已经。 健健忘了，然后就失去了那个集中力了，哦、就觉得整身疲倦，整天都好像不能够呃，好像以前这样的那个冲劲这样的样子呢。嗯嗯、然后有阳痿的问题啦，然后那个性欲逐渐的那个减低了，这些都是那个男性那个更年期的症状了。嗯、OK，那以 Doctor 这个专业说，呃，男性大概是什么时间点去 check 到底自己的荷尔蒙稳不稳定，有这样的一个 service 的吗？ 通常呢，我们男性呢都很少自己去做身体检查，嗯、关于这方面的了。老师讲，因为很多的误解，因为第一他们觉得不好意思，<laughs> 对,对吧？对，对就是你的 patient 的话，有要鼓起勇气才能够敲你的门<对>说，doctor，我想检查一下那一个部位，类似这样子<对>哈。嗯，通常他们来呢都是因为他们挨的有不举的那个问题，或是他们有不孕的那个问题嗯，所以，比如讲说，有一些人呢就吃了那个蓝色的那个 blue pill 啊，是壮阳的那个药嘛，嗯、吃了之后还是不见效的话。他其实。 治高山症的 <laughs> 哦，对对，高山症药，<laughs> 对呀、啊、对，所以这些药如果吃了之后还是没有见效的话呢，我们就会在他的那个荷尔蒙了了，看看是不是那个荷尔蒙减低。如果是荷尔蒙减低的话，把那个荷尔蒙调一调的话呢，那个那药呢就会帮助到恢复他以前的那个雄风了。嗯，OK，所以 <okay. S 3> 基本上其实是有一些就是增加荷尔蒙的药，对了，然后去男性 OK 就是，又<了>未必是壮阳的那方面，而是增加荷尔蒙，啊、的对的，他、嗯、<的>可能让你就是更加的有活力，活力， 集中精<神>集中力，嗯，那其他的这个身体的器官部位呢，<对>会不会因此呃而受到影响，或者可能肾啊，还是什么肝啊，我不晓得。嗯，我们荷尔蒙呢，其实是一个 steroids，所以运动起来，如果他们是有用用到那个 steroids 的话呢，他们会有特别的那个呃，就讲说冲劲，嗯、也就是讲说这个是一个禁药来的。所以，比如讲说一个呃游泳，嗯，擅长游泳的人，当他们觉得 自己的那个游泳的那个呃速度好像减减低了然后他们运用这些精药的话呢，他们觉得好像突然在在短时间里面能够有很多个 laps 像的那个样子，所以就你可以知道，其实在那个身体那个生理的那个结果呢，的确是会受到影响的。明白，但是。 当我们讲说什么器官会受到影响呢？就是我们要模拟 n 那个荷尔蒙。如果那个荷尔蒙是过分的使用的话，比如讲说很多健美先生呢、啊，uh huh. 他们就常经常使用这个 steroid，就是粘性的那个内固醇吗？对，嗯、内固醇的话呢，他们那个肌肉就很美。嗯、但是呢，加强那个肌肉呢，也同一个时间减低它的那个肥油，所以他们那个身体会做到很美丽。嗯、但是问题是，过分使用的那个 steroid 的话呢，第一。 N product of the steroid 就是讲说，它的那个最后的那个那个成品呢，其实是女性的荷尔蒙。男性的荷尔蒙到了 N product，在那个身体里面，就想说循环了之后呢 n、oh, product 其实是一个女性的荷尔蒙。<是>也就是讲说，他们健美的先生呢，他们就要如果是经常使用这个 steroid 的话呢，会有那个乳房胀大的那个问题。哦、oh,，所以不是胸肌。 不是胸肌、oh. 啊，所以他没有那个乳房胀大的那个问题。同一个时间，因为我们的那个睾丸是出那个男性的荷尔蒙嘛，对，所以如果你是有那个外来的那个荷尔蒙的话呢，一次加进去刺激的话呢，<激>你的自己本身的那个工厂呢就会 shut 到了了，就会关闭了了。他就说已经 supply 过多了，对了了，所以如果是自己的那个工厂关闭的话呢，嗯、也就讲说你自己的睾丸呢会慢,慢慢慢的收缩，所以很多健美的先生呢，他们的肌肉很美，他们没有什么肥油的存在，而且。 他们虽然是好像是很很阳刚的那个样子，嗯、因为荷尔蒙呢也会刺激到那个 aggressiveness，也就讲说你会变成好像很嗯、呃、很 man 这样子，man 这样的那个样子，嗯、对了啦，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会造成他们会觉得好像嗯。呃 情绪会比较波动一点点，嗯，也就是讲说他们会比较呃喜欢骂人啦，嗯、然后呃就讲说呃暴躁一些，暴躁的问题就会有存在的了。嗯、明白，OK，就是过分使用 steroid 的一个副作用这样子<对> o <okay>, k、嗯、好，再回来我们来谈更多关于男性更年期的。看到很多匿名的朋友已经塞进来了，可以透过 Melody DJ 号码零幺六七四五九九九九可以挖塞进来，又或者在 Melody 的 Facebook 直接留言。 OK，好，我们再看到一些朋友的问题了。<对>那 Doctor Warren 其实是来自 Glenn Eagle Hospital 的。嗯、OK，如果你想要找他的话，呢，可以去到那个医院。那另外呢，呃，灰呃，潘慧他就说，会不会呃少了那个耐心，跟会容易发脾气？嗯、男性的更年期，男性的那个更年期呢是。 如果你是讲说耐心的话呢，的确是有，因为她已经是呃，好像是女人的那个更年期之后嘛，嗯，就讲说呃，比较容易发脾气啦，然后那个情绪的波动啦、啊，这些东西都是会有的。OK，、嗯、好，那这位匿名的朋友聪明，因为你一开始就写匿名，<Yes. S 2> 他说如果小便有泡泡，是不是跟更年期有关系？这是没有关系的，<laughs> <laughs> <laughs> 所以小便有泡泡是怎么回事？小便有泡泡，很多人都是以为讲说可能是有那个呃蛋白质啦。 但是未必的，因为你如果是小便的时候，你冲到很厉害，比如讲说你的那个尿能够射到很远，这样很快的话呢？ 大多数都是会有泡泡的，但是很多时候泡泡呢，哦、也可能是因为有蛋白质的那个存在，所以通常我们都是要拿那跟尿去化验，看看有没有真的是有蛋白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讲。哦、如果有蛋白质的存在的话，有可能是有因为细菌啊，或是腰子是有问题，所以需要检查的。哦，可能是腰子有问题。尿酸跟尿蛋白是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啊，不同的。所以它们的分别是什么？尿酸呢，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食物，比如讲说，女生喜欢吃那种红豆的东西啊，豆类的东西，嗯嗯、然后呃。 红肉啦，啊、呃，比如讲说海鲜之类的东西，嗯、会做到你的那个尿酸高，所以尿酸高在那个泌尿科来讲呢，哦、就会有两个问题了。第一个呢，嗯、就是他们整天会有那个腰子的那个石头的那个产生的问题，哦 okay、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了手术或是啊、呃、打了激光之后，那个石头又再倒回来，所以这个就是要降他的那个尿酸。嗯、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会有那个关节炎的问题了。哦。嗯哦 是，嗯、所以常常会脚痛啊，啊不能够走啊之类、啊、这样的东西啊。尿蛋白呢？那个尿蛋尿蛋白呢，好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有可能是有细菌感染的问题了。嗯、有些时候也是因为你吃了那个过度的那个蛋白质高的那个食物，<Okay. S 3> 所以它有些时候也会出来。嗯、但是你要知道，男性的那个精子呢也是蛋白嘛，所以有些时候呢是那些鱼精出来的，所以未必是因为那个呃有什么问题了。嗯 哦、oh,，OK，、mm hmm. 好，那四十岁了，更年期几时来？我怕怕。<laughs> <laughs> 已经进行当中。<laughs> 因为三十岁开始就会每一年逐步掉一八千你的荷尔蒙。嗯、mm hmm. 嗯，但是那我觉得听起来男生好像还比较好，比女生突然间 cut shot 或者 cut shot down 整个系统。对、mm。Hmm. 然后我们要应对的那个生理跟心理的压力，可能因为我们的身体构造就是可以自己去制造荷尔蒙啊，不断的，對對就是到了无论任何。 和年龄，任何年龄，年龄<是>我们都是会有荷尔蒙，嗯、只不过是它是减低而已。<Okay. S 2>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呢都会感觉到那个更年期的存在，有一些呢就比较敏感一点，他们就会知道。但是大多数的人，嗯、比如讲说你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呢，那大体上来讲呢，你都会觉得你的那个集中力啦，你的身体的那个体力啦，嗯、<哼>都会减低的。 嗯，大不如钱，大不如钱，对对对，啊、很多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嗯、<laughs> 我们平时不是讲，唉，以前十几廿岁的时候呢，挨一晚嘢哦，对,对对对，尤其是熬夜，那个比较明显的，嗯啊、对對,对，熬夜以前我们可能工作熬夜，<天>然后第二天我们还可以很精神的在工作，啊、那但是现在这个年龄，我们一熬夜，可能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没有办法集中，对、啊，集中在就是哇，出去做。 一样东西，你要花很多的力气。嗯、对，对、嗯、，OK。所以那个统计来讲呢，我们的那个 data 是显示到，如果是男性有感觉到那个男性更年期的那个这样装的时候呢，六十、嗯、岁的时候大概是有二十八线，如果是到八十岁的时候可以上到五十八线。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但是有一些呢，的确是会感觉到很明显。嗯，然后这一边呢，就有朋友问，是否呃性能力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那个症状,症状吗？好，嗯、我们待会回来直接往内讲一讲啊，<好>这个好。 每个星期四呢，在 Melody 都会有一个关于医疗的一个单元了、啊，整个小时啊，<是>我们都会请专人，包括营养师啊、药剂师啊，又或者是医生直接上到来跟我们解释一下我们听说的一些医疗的东西，嗯、我们是直接的有一个正确答案呐、啊。嗯、我们今天有 Doctor w a r r e n OK？OK、okay? okay,。那当然呢，今天我们聊到就是男性的这一个更年期，年期那就有位朋友呢匿名，他就是说是否是跟呃性能力有关系呢？如果呃发现自己的性能力跟之前不太一样的话呢？ 是不是代表我已经进入了更年期？我可以怎么样去改善这个问题？嗯，OK，这个男性讲的那个话的确是没有错。比如讲说男性的那个性能力减低的话呢，这样我们就要看看到到底是不是 psychological，因为 psychological 呢、嗯、还是最大的那个原因。但是如果是 rule on 那个 psychological 的话呢，也就讲说我们可以。 深一步的进去检查，也就想说去 check 他的那个男性的那个荷尔蒙。嗯、但是还没有 check 男性的荷尔蒙之前，我们通常都会给那些壮阳的那些药啦。嗯、然后如果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不见效的话呢，我们就会 check 他的那个荷尔蒙。嗯 所以荷尔蒙如果是低的话呢，不只是阳痿，而且那个性欲也会大大的那个减低，嗯、也就是讲说你在对那个性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嗯嗯,嗯 OK，那当然谈到这一些药物方面呢，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可能他们就透过网上啊，<对>别人介绍啊，然后去购买，然后就就并不是说呃去 pharmacy，又或者是经过医生的那个咨询之下呢才买的药，嗯、那会不会存在一些危机？对，因为我们比如讲说通过阿里。 东革阿利在马马来西亚是泛滥的嘛，嗯、但是在国外呢，<濫>其实是。 不能够 FDA approve，因为它是一个 supplement 而已，所以在国外就不会找到这些东西。哦、但是真正来讲呢，那个通卡阿丽呢，只有在那个老鼠在那边才有做过实验，从来就没有在那个人类做过实验，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够真真实实的知道。当然，我们也是看到它的那个效果在那边，只不过是如果是用住那个正统的药的话呢，嗯、我们可以知道它几时开始产生它的那个效果，它的副作用是什么。但是比如讲说这些 supplement 来讲呢，我们就不是很能够知道，很能够确定。 所以，如果你是过分使用的话呢，你的那个阳具如果是高考起立的话，不能够叠下来超过四个小时的话呢，嗯、这样我们就要把那个针刺进去，把那个血抽出来，因为。 我们有那个男性会勃起，就是因为那个充血的环境啊。Okay. 所以如果是他充血了四个小时不能够下来的话，我们要把那个针刺进去，把那个血抽出来。抽了之后，他当然会慢慢慢慢的下去。消了之后呢，就永远的消了了，嗯、<哼>也就讲说永远都不会有那个勃起的那个呃功能了。就是一次的机会嘛。你的意思说？是对了。 哦，所以、oh, oh, <so, S 1> 千万不要亂亂、欸、不乱乱试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對所以四个小时就是一个顶线嘛。对了，你的意思就一个是说一,一般上的那个这个。 接受的那个，对对对，对哦，OK，身体的接受度。今天轮到我，完全是不懂你们在讲什么。哎呀，因为因为上一次德国人来的时候呢，就聊到那个地盘谷地，然后我就哦 OK 呀，因为我们生产过，然后我们大家就懂那个，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嘛。对对，在哪里？然后今天我是完全是我真的不了解那个感觉，因为男生可能他的确好像刚才那位网友这样子说的，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那个幸运那一方面啊，就觉得说自己到底是不是跟你。 但其实这个跟年龄是没有太大的一些关系嘛，对不对？呃，比如讲说是年轻的话呢，很多时候都不是因为呃有那个，比如讲说血压高、糖尿病或是高 cholesterol 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有血压高、糖尿病还有那个胆固醇高的话，嗯、我们的血管会慢慢慢的。 缩小，<对>如果缩小的话，不勾那个血进去那个阳具的话呢，<是>这样我们就会有问题，有勃起的那个问题。嗯、但是这些年轻的人呢，他们大多数都是没有这些问题嘛，<白>所以很多时候呢，嗯、都是那个 psychology 可能有问题，心理上的，心理上的那个问题比较多，对、啊、了。 明白、oh,，OK，好。那 <okay, S 1> 因为呢，今天我们的多伦呢，也是有带来一些呃医疗上的仪器，对，然后跟我们来讲解一下关于这个呃生理期啊，又或者是更年期所需要的、嗯、，OK。那如果说你想有兴趣，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现在赶紧上到 Melody 的 Facebook 看 Live，我们在 Facebook Live 的时候会详细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些医疗上的一些器具。嗯 OK，好，那这一位朋友他非常的详细。Hi，Doctor，你好，我今年四十二岁，然后是 Vegetarian，大概是二十年了，然后是一个呃、uh, Polycystic Kidney Patient poly kidney.、嗯。Polycystic Kidney。嗯，Polycystic Kidney Patient，然后发现自己勃起的硬度不够，无法成功的进入。 是否是更年期，还是他这个 background 有关系？他的现在有的药物是这三个，我给 doctor 看，因为我也不不会念的、啊、哈，我怕念错哈、啊啊啊啊啊。谢谢。OK，所以他是有吃住那个血压高，嗯、还有那个呃胆固醇的那个药了。嗯，所以的确是，如果你是讲到那个性欲的那个问题呢，嗯、有一些血压高的那个药呢，比如他讲的第一个的那个血压高的药呢，<是>的确是会做得好的那个啊。呃 有阳痿的那个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 polycystic 就讲说你的那个腰子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水泡，嗯、也就想说到了四十岁之后呢，你的那个腰子充满住那个水泡的话呢，它就慢慢慢慢的代替了你的那个本来的那个腰子的那个功能，也就讲说你的那个腰子会渐渐的损坏，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想象到，就是如果是有腰子病的人呢，其实他们的确是有那个阳痿的那个问题。 Oh, okay. 哦，所以它并不一定是那个更年期，对对嗯、未必是那个更年期，子病哦，对了，对了。Okay. 好，嗯、我们来收一下，就是呃 g o t o Volen 带来的一些医疗上的一些器具。对，比如讲说，呃，有一些人他们有阳痿的那个问题，嗯，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知道是不是有更年期了。嗯、然后如果是吃了药之后还是觉得没有什么见效的话呢，嗯、我们会 check 他的那个荷尔蒙。 而如果是荷尔蒙觉了之后是正常的话呢，也就是讲说还真的是有那个阳痿的问题的话，吃了药又没有效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要怎样接下去了。问题对所谓的吃了药没有效的话，它是大概是要试多少次呢？通常我们都会呃，比如讲说那个药的话，呃，嗯、从一半开始吧，吃了三次之后还是不能的话，我们就。 变成敷多少了？明白。如果是敷多少三次之后还是不能够的话，嗯、像我们就跟他讲说，可能你的那个血管已经是太过细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哦、我们可以用其他的那个工序来帮助你。嗯、好，所以那些工序呢，具就是讲说你可以第一个呢，在就用到这个冰囊棒。嗯、这冰囊棒呢，你也知道，我们男性为什么会有那个呃阳痿的那个问题，嗯、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血管已经是缩小了啦。嗯、所以如果你是用那个冰囊棒的话呢，你其实是。 把这个 neg negative 的那个 pressure 呢，就冲住，也就是讲说，它整个好像一个 vacuum 在里面，嗯、你把你的阳具放进去里面呢，嗯、它就是有那个 negative suction pressure 这样的,的样子，<Okay. S 1> 就帮助它，所以那个阳具就会充血。如果是充血的话呢，它就会有那个呃勃起的那个症状了啦。<Okay. S 1>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当然，我们还有这一个，嗯、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男性的那个 vibrator，比如讲说，如果是男性有问题，通常呢都是那些呃，比如讲说呃。 那些腰子病的人啦，所以牺牲的那些男性呢，然后有一些是因为那个呃。 比如讲说是那个 accident 过后有脊椎骨受到损害的那个问题呢，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二三十岁而已，但是因为神经线受到损坏了，所以他们就不能够有那个勃起。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男性的那个 vibrator，<Okay, S 2> 我们只要把它按住那个男性的那个性器官呢，所以它会震动的话呢，有些时候也会刺激到那个男子的那个性器官会勃起。OK，所以当然，<Okay, S 2> 所以这些都是借助外力去刺激他，然后让他有那个功能。对，但是一旦离开的话。 他就没有，他就,就没有办法哦，所以所以说这些器具的话，就是那个呃，patient 他要在家中买回去的，对不对？这个对。对 所以第四呢，oh, <okay. S 2> 我们会教他们怎样用了。<Okay. S 2> 好，过了之后他们懂的话，mm hmm. 他们就可以自己在家里用。好、mm，hmm.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放的这两个东西呢，mm hmm. 其实是同样的东西来的。嗯、mm，hmm. 你要知道我们的男性的那个阳具呢，其实是有两个海绵体，除了那个呃尿尿道之外，还有两个海绵体在那边。Mm hmm. 所以那两个海绵体呢，就是我们充血的那个原因，因为它里面有两条大大条的那个血管。Mm hmm. 所以如果那两条血管是阻塞的话呢，我们可以放这个叫 BNO i implant。 比如讲说，女人如果她们是要有那个 breast implant 的话呢，男性其实也是有这个 b i n i implant，、嗯、所以就把这两个东西呢放进去里面，在它的那个呀，对，它是很硬的呀，它是硬的，嗯、<哼>所以这个呢就是呃，它可以，如果你要勃起的话呢，你就这样拉上来就勃起了；如果是要下去的时候呢，啊、你就放下去它就下来了。问题又来了，对<啦>所以它它是自己调整嘛对呀、啊，自己调整的、啊。你要进行呃。 对对对，你要进行呃，性行为的时候，你就调高，要不然就调低。只不过是唯一不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太过明显了。所以如果你穿那件比较狭窄的那个泳裤的话呢，就太过明显了了。OK OK，然后它应该有不同的 size 吧？啊有有，它有很多个 size 了，OK OK，这个对不起，我的这是没有，因为我们平时比较少接触这种东西嘛，对不对？疗的医疗上的一个用。 但是<对>我还是不能够明白，可能因为我真的是不是男生，我在想，如果是放了这个 implant 进去的话，嗯、他用手调，嗯、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那所有东西都会一起来吗？还是他就只有、啊、就是、啊就是、这个造型上面 <laughs> 因为脖子就声音、啊、是一回事。 对啊，这是另两两样两样不同两样不同样的东西，但是它的那个感觉还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的感觉是在皮肤的 level 嘛，这个是放进去里面，所以它的那个感觉还是会有的。需要维修吗？啊啊，不需要维修要放了进去就是免就是永远的了，永久的了了。OK，没有嘛？这样问什么？对你这个你要懂一点，因为我的我的逻辑比较另外一个这个东西。最后一个呢，也就是也是同样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把也就是把这两个东西放进。 进去海绵体，但是可以摸得到，这个是很软的，嗯、明白吗？啊、是很软的。Okay, 所以这个呢，<okay. S 2> 它有一个棒在里面，所以这个棒呢，就是放在那个呃睾丸这个地方。OK，所以。 这个呢是一个本轮，所以那个本轮呢都是充满就那个盐水啦。比如讲说，如果你是要有搏击的话，哦那个、对了，你泵一泵呢，它的那个盐水呢就进去充满就这两个呃、嗯、这个器具的话呢，这样你就会勃起。所以如果你是不要的话，你再按另外一个泵呢，<他>它那个盐水呢就会跑回去那个本轮那边，<对>这样它就会下来。<对>所以这个呢 <Okay. S 1> 就看上来比较自然，因为它。 比较软，对对，那个呢就你不可以嘛，你就没有这个那个功能在那边。对，但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个是属于严重的情况底下才会用到这个。就讲说最后了了，最后了，如果是最后的一个，对了对了了，OK o 了。所以说是没有没办法重新勃起，一定是有办法，一定是有办法的。哦，OK OK，明白，OK OK。浅为人知而已啊，对，真的请为人知哎，真的 OK 而且。 呃、uh,，doctor，、嗯、你怎么样去断定说，OK，这个 patient 用这种，这个 patient 用这种，这个 patient 用这种，它的条件是什么？什么其实是没有条件的。嗯、比如讲说，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呢，嗯、都是运用那个呃药物，呃、嗯哦、药物不能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 pump，嗯，然后同一个时间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打针，我们可以把那个呃药呢、哦、打进去那个心血管里面，也就是讲说第一次的时候。 对呀，但是他的那个针很小啊，就好像那个甜尿病、糖尿病的那个针，那个小小的那个手的个。但是嗯，这一次的时候你就打这个地方，然后下一个下一次的时候你就打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呢，你慢慢慢慢适应了之后呢，你就不不认为是一回事了了。OK，很自然的事情。OK，好，我们来坐下来啦。哎，我不是太过兴奋啊，我是真的是不太了解，所以我没有很开心。我有点小尴尬，因为我真的不懂。OK，我也没有失控，我理。 一直在问问题啊！欸、是应该的，啊、因为我们知道這多一点、啊。真的，很多朋友就说真的是发发现新大陆，是。然后很多说医生好帅、啊 <laughs>。啊，那没错啊，男仔这种、個、东西，上几个星期我们大家已经知道了，OK？哎 <laughs>、欸，所以我，我其实我是蛮鼓励哦，小朋友就是从小的时候接触一些性知识的。对对对，嗯、才不会有误解，<對>然后才会正确的使用。 而不是在没有，一些自己保养，管理很重要。对对对，还有那个自知能力，也因为你知道你身体的呃所有部位的功能，所以你更能够呃为自己或者为别人负责任。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嗯可以维修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像汽车江嘛，对对对对对。好，我们继续看一下。记得，就是我们在呃。 完完就完成整个访问之后呢，我们的视频还是存在 Melody 的 Facebook 那边，是是大家可以 s h a 其他朋友。OK，、嗯、好。好然后这位朋友匿名，他就说：男性要几岁开始验这一个这一方面的问题、嗯？通常我们都不会好像 cancer 嘛，各项鼓励人家去做了。也就想说，如果你是觉得你是本身是有好像失去了那个呃注重力啦，嗯、然后体力大不如前啦，像我们就会呃通常这样说，可能你要 check 一下你的那个荷尔蒙，看看是不是已经降低了了。 嗯啊，嗯所以不是一个 routine 的那个 test。OK，, okay. 好，那稍后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来聊一下，在在饮食方面<对>是不是有东西是可以帮助的呢？<是>那有很多人说，嗯，我吃生蚝，今晚就可以再一晚。还有羊角豆，<laughs> 我听说的那个，我感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等一下来了 OK。 三 good morning 啊，九点四十五分，早你好，我是阿生，早上你好，是大宝。在 Melody 加星期四呢，真的是非常全面的一个医疗的资讯节目了。每一次我我们进行这一个节目，大概有两年的时间，然后这两年每一个星期四都会见不同的医生啊、医疗人员啊，或者是呃跟护理有关系的等等。然后我们在生活中真的是变成聪明很多，然后也懂了很多，东西。之前我们忽略很多东西嘛。对，以前我们可能觉得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哎呀天啊惨了啦，镜头了，没有没有办法。 罢了。嗯、那但是原来经过了那么多呃的这,这一些知识之后呢，后呢我们发现原来没有东西是不可能的，它还是可以修复，它还是可以有机会的。对,对，OK、嗯。所以刚才我们就是在歌曲资讯的时候，在 Melody 的 Facebook 其实也是有展示了一些医疗上可以帮助，比方说在性生活方面呢有遇到问题的一些朋友，他可以用一些医疗上的一些帮助。仪器。对。嗯、然后另外 Joyce 他就问了 <Okay. S 2> 医生你好，请问有什么方法？ 呃，或者是生活习惯、吃的、穿的，<诶>可以预防吗？没错，先吃的开始。嗯，呃，吃的开始呢，从第一开始就是不要，不要是什么呢？不要吃太甜的东西，OK，不要吃太咸的东西，不要吃太油的东西。也就是讲说，我们提倡那个健康的那个生活啊。嗯、然后，如果讲说是呃要做什么东西可以比较做给他慢一点呢、啊？那个过程比较慢一点的话呢，我觉得除了那个。 注重自己的那个饮食之外呢，要经常的那个运动，而且也要有充足的那个睡眠。嗯、因为男性的那个荷尔蒙呢，其实最大的那个器官呢，还是从我们的那个头脑，所以我们的头脑会刺激，哦、就讲说出了一些那个荷尔蒙，刺激了那个睾丸才能够出那个荷尔蒙。所以如果你是没有经常没有得到那个足够的那个睡眠的话呢，男性的那个头脑的那个荷尔蒙那个刺激。 搞完的那个核膜呢，它就变成加大大的减低。如果是减低的话呢，嗯、就算你有两个搞完的话呢，也未必能够有功能了。哦，oh, <okay. S 2> 长期睡眠不足、<对>精神不足<对>会影响，<对>这个也是<对> OK，明白。<对>那吃那方面，刚刚我们就是有说到一些例子，<是>比方说生蚝。 对，很多人就说啊，今晚吃了生蚝耶，生猛啊！对呀，其实是有根据的，因为比如讲说生蚝或是海鲜之类的那个东西呢，他们都是有很丰富的那个锌，所以锌呢，对我们来讲是男性是很重要的那个东西。好，另外一个是 omega three 啦，比如讲说是 salmon 啊，fish oil 啊，这些东西它有那个 omega three，所以 nuts 比如讲说那些豆类的东西或是花生的之类，其实它都会提提倡我们的那个男性荷尔蒙的。哦，OK，植物方面，女女性多吃这一些会有。 有另外的一些影响嘛？对我来讲呢，这些东西呢都是要要讲要调和了。比如讲说，如果是太多豆和那个花生的时候，又担心会有尿蛋白，对了，那个尿酸，尿酸的话又变成有石头，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呢都是适可而适可而止，中中间就好了。刚刚有提到羊角豆有这样子的功能吗？其实豆类大体上呢都是会提倡，比如讲说男性荷尔蒙的那个技术的。 嗯，OK，最主要呢，今天我们就是以探讨一个医疗的角度，再加上呢，可能一些朋友呢，他结婚之后，然后他、嗯、因为呃婚姻的生活，它是一个圆满，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呃生活的一个习惯嘛，对不对？对对对那很多人就忽略掉，但或者是逃避，甚至呢，就有一些自卑的情况底下不去就医，所以造成婚姻就不美满了<对>，OK、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关注这一块。那到最后这一边呢，嗯、也希望呃 Doctor 可以跟呃大众，尤其是男性朋友所说的，嗯、就是。嗯 去求医，尤其这这一方面呢，泌尿科之类的哈，不要那么的害羞，害羞还是不要认为去求医就一定有问题。对，嗯、就比如讲说，这个是男性更年期的那个问题嘛，<是>所以很多时候人家我们大大众呢都不会很明白这个问题，所以觉得自己好像。 无形间的好像越来越衰退了,了，了好像是没有什么精力去做工了。嗯、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要知道有可能是荷尔蒙有关系，但是荷尔蒙有关系呢，未必你就要吃药的。有些时候我们要 check 了那个血之后，知道这些真的是那个荷尔蒙的问题，我们才会对症下药。所以如果是对症下药的话，也是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讲说他可以从药物开始啦，嗯<哼>，然后他也可以从茶的那个荷尔蒙的那个 gel，也是有打针。 所以每一个呢，都是有它的那个治疗和它的那个功效和它的那个反效果，嗯，看各自的一些需求，又或者呢，<对>直接改变生活的习惯，可能就会有很<对>大的改变。OK，另外一位朋友他就说，嗯、会不会突然间年轻的症状，就是十多岁他就开始有这样子的问题呢？有这样子的 case 吗？ 其实，如果你是讲说男性荷盟偏低的话呢，有一些人呢一生出来他们就是男性荷盟偏低的了了。嗯，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有可能有受过伤害，在那个睾丸。 因为那个呃细菌感染的那个问题啦，或是有那个呃 accident 的问题要受我伤害，有一些呢是因为那个睾丸有 cancer，我们要给电疗或者给那个化疗了之后呢，这样我们的那个男性的荷尔蒙就大大的减低了了。嗯，OK，好那最后呢有朋友呢说，呃，精子的数量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吗？的确是会。嗯，Yeah，OK，<okay. S 2> 所以不孕呢其实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不只是阳痿和失去那个性呃欲，育嗯，不孕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OK，、嗯、好，那下一次可能我们就是要呃探讨关于就是怀孕那一方面的，<是>可能不育症啊<是>等等的。OK，是因为大家都可能觉得<是>哦，那个是女生的问题那可能有部分男生需要负责任的、啊对。对，OK，大家想要重温的话呢，记得咯，就是上到 Melody 的 Facebook，我们有完整的重温版。谢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 d r Wallen，谢谢。谢谢。对对对对谢谢 好嘞，好，谢谢。刚刚 Doctor 已经有讲了，当哥阿力的部分，请呃，forward back，呃，不是不是，就是 revise 回去前面来看一看了、啊、哈。OK，然后呃，哥刚刚才进来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发现、嗯、发现那个男生已经步入更年期？就像 Doctor 所说的，他没有特定的年龄，嗯、<哼>只不过是三十岁过后呢，他就会每一年逐渐的下降一 percent 的这个荷尔蒙。明白？OK。 好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寻找 Doctor OK，去问自己个个个人的 OK，比较 personal 的一些问题，好不好？是是是是。好，谢谢大家啦，今天 Doctor 是会很有耐心的跟大家讲解。OK，记得 share 给家的朋友，好不好？share share share。男生朋友哦，尤其女生朋友也 share，让他了解男生多一点。对，或即将要结婚的那些朋友啊，我觉得互相也需要去 check 一下了，好不好？为了将来。好，谢谢大家，拜拜。谢谢，感谢彼得。 아.